如果要讲到切割香港的先驱，谁是切割香港的先驱？这个大家一定记得，在去年反送中一开始的时候，是哪一位市长一开始先说，哎，面对香港情势说不清楚、不晓得？那现在还是国民党举党力挺、举党力保的韩国瑜市长，他才是真正切割香港的先驱。我想这大家不会忘记哦，是也是因为你的北京中央造成嘛，对不对？他不是我的北京，我从来没有这样讲。是不是这样子嘛？洪委员，你跟我澄清清楚。我在三立电视台讲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两岸分治成两个国家。委员好。陈水友，今天大家当然都在讨论今天这个北京可能会通过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哦。是。那昨天蔡总统其实也因这件事情，其实有发表了一个跟台湾跟香港会站在一起的这样子声明的一个谈话哦。对。但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事情是，我们其实看到这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哦，那之前还在说这个执政党选完撑香港哦，选这个，也就是说指控切割香港这样的言论哦。那我想其实对于很多关心香港的朋友都很清楚哦，从去年到现在这段时间以来，有非常非常多的民间团体，包括义务律师，那也包括陆委会提供的一些人道救援，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是不充足的，但后来有慢慢的越来越好。那昨天蔡总统其实也提到台湾顾香港人的决心哦，是不变的。那最新的消息也是，行政院将组成人道救援的专案来提供协助。我想在这样子陆陆续续的作为之下，陈主任，你觉得这个江启臣主席说我们选后切割香港，你对这个说法同意吗？总统已经回答他，那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嘛，对不对？我自己必须说，这种见缝插针的说法，其实我认为甚至是一种造谣哦。如果要讲到切割香港的先驱，谁是切割香港的先驱？这个大家一定记得，在去年反送中一开始的时候，是哪一位市长一开始先说，哎，面对香港情势说不清楚、不晓得？那现在还是国民党举党力挺、举党力保的韩国瑜市长，他才是真正切割香港的先驱。我想这大家不会忘记哦。那我其实也想提醒那个陈玉珍委员也是主席哦，刚刚其实讲到说这个扫射完毕啊，刚刚我听到这扫射完毕，说实话，我认为这样的说法真的是蛮多不当的啊。你既然问我，我就说哈，这个我的意思说要请他尽快赶快把这个人道救援的方法提出来。是，但是你的说法不要等到血流成河啊，是时间是来不及，时间不等人、啊。为什么造成血流成河？是也是因为就是因为你的北京中央造成嘛，对不对？他不是我的北京，我从来没有这样讲。是不是这样子嘛？洪委员，你跟我澄清清楚。我在三立电视台讲的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两岸分治成两个国家，你不要在这里公开的，那他不要公开这样乱指责造谣。我说今天国会质询不要造谣啊。今天扫射完毕，请你看清楚了。要说不要扫射完毕的话，也是请中国共产党北京不要做这件事情，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没错。好，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港澳条例60条的部分。这几天总统把总统脸书把港澳条例60条拿出来写，那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讲了说，这个因为香港目前的这个状况很有可能不再处于一种比较自治的这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可能会取消这个香港的特殊待遇的地位。这两件事情之间，我想问陈主委有什么相同的出发点，还是有什么相异的出发点？我想这个最重要核心概念就是当初中英联合声明，对吧？那么答应，就是北京政权转移后，北京答应香港高度自治，核心意义是高度自治。今天北京把他的国安法强迫在香港政府要他去执行，显然对他的高度自治的含金量下降很多。是，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开始高度关注这件事情，所以美国的这些事情我们也密切注意，是会变成我们将来去六十条这就是一个参考，会做一个参考。是，好，所以但我也希望接下来
接下来，因为在讲这个时候，其实造成很多香港的朋友其实会有些紧张跟不安。接下来要再提到像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自己也希望，不管是陆委会，不管是整个政府其他的部门，应该要更周详的说明，来化解大家可能会有潜在的这样子的不安。那最后我想要提几个期望啦齁。当然，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这个香港来台，因为政治因素来台的这些原因，其实有很多民间团体在帮忙协助。但是我自己希望，接下来政府的角色应该要更扛起来，更主导。不管刚才在说到的，不管是在预算上面，不管是在安置这个居留的安置、就学的安置、就业的安置，甚至有很多朋友在说到这个社工的资源或者是心理辅导的资源，我希望陈主委都可以给予一些明确的承诺，接下来会在比较明确的机制、完备的资源下面来给予这些香港朋友更大的帮助，可以吗？是，那个因为陆委会负责跨部会的协调，在这个跨部会里面，我们会把卫福部拉进来。谢谢陈主委，请停止回答，时间到了。这个谢谢我们风度、我们希望那个国会议员哦，在国会质询的时候不要造谣。身为不分区的国会议员，竟然可以公开说出谣言。本席在三立新闻台说的是，1949年以后，两岸分治成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国家，所以两岸分治，所以有两个中央。请你听清楚，我也请陈主委针对。本席刚刚已经有一直提到港澳那个条例的施行细则里面，把香港跟澳门当作是中华民国领土这部分，请你回去，如果这不符合事实，提出修法修正。好，不分区立委虽然不用选票，但是也不能造谣。好，谢谢，我们请范云范委员。